有烟有被排出去吗？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还没开始用。用啊。那你怎么放在桌上？啊？嗯？啊？等等，你这已经连在桌上了啦。啊？哦。你怎么会把席弄到桌上？那很热的，垫子就是要给你垫的，你结果是放在那个完全没垫子的地方。所以老公，等一下儿子是要开窗还是关窗？我怎么知道？哇塞！嗯，坏掉了。有坏掉吗？不知道，小心点。不是就叫你要垫吗？需要加其他的垫子吗，儿子？嗯，有就放啊。真的是热的。Okay.